呢一队波咧，今晚嘅目标系好清晰噶啦，就系攞晒三分，咁就可以入十六强噶啦。咁啊，讲啊容易啦吓，问下对手俾唔俾你赢先得噶。不过咧，睇落佢哋系一啲压力都冇啊，因为佢哋做好晒心理准备，今晚要交出最好嘅表现啦。呢个球场嘅气氛咧，令人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啊。比赛开始，亚帕天尼，朗拿迪诺有空位俾佢啦！哇，好跳得啊！呢球波入咗，呢个波入咗啦！呢个头锤真系唔错啊，好够力啊！嗱，顶头锤呢啲嘢咧，唔系净系话斗高嘅，最紧要就系跳起嗰下嘅时机啊，争少少就好大分别噶啦。呢个波咪顶得靓。拖連路個頭開得幾順啊嚇，問題就係 keep 到啫。嗱，呢個入球話俾大家知，佢哋已經 ready 準備出線啦。差唔多到最後防線噶啦，解到圍就好啦。個波而家喺比利拿度，史高斯。喺左边突破得不错啊，罗宾奴、朗拿迪奴射啊，可以去庆祝啦！入波好像食生菜咁，又入啊！喺嗰一个位置真系冇乜可能射失啦。嗱，完全唔明咧，点解佢哋会走甩呢一个射得之人，简直系明知故犯。睇嚟踢得越嚟越顺，入到第二球咧就你话晒事啦！你想继续进攻又得，你想慢慢守又得。罗马利奥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真系顺到咧，阻都阻唔住啊！咁嘅错都犯得，结果咪就系失波咯。嗱，咁樣踢法真係自己揾嘢嚟搞啦，我都冇咩好講，三心兩意咪俾對手攞咗個波咯。拖連奴遙遙領先三球。罗马里奥、李华道、朗拿迪诺射佢入咗啦，入咗啦，又整多粒入波啊！浪接浪啊！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，喺正个龙门前面吓任拣。呢啲咁中意起脚射门嘅球员啦，好心理应该 mark 到佢实一实啦，后防咁唔小心，咪要付出代价啦。
而家边队有优势？睇牌都毫无疑问啦，系嘛？李华道个企位企得好啊！维道呢一下就话想试下传上去。其实个谂法唔错噶，走位都几好，可惜啊，比波嘅质素争啲啦。真系好波啊，俾佢捉晒路啊！稳唔稳到？睇你呢下啦，入波！睇落咁容易嘅，对方连凳尾都望唔到啊！哇，睇嚟入波应该陆续有嚟喎。上半场完了，我看不到有什么可以反败为胜的机会了，因为这队帮非常之有信心，下半场应该入多两球。拖连奴真的顺到呢，这场变成一面倒的赛事啊！仲剩低45分钟，过埋呢九个字，比赛就有结果了。拖连奴在半场换人，因为什么呢？朗拿迪奴个波而家射门啦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。本来就可能有啲机会嘅，不过都要等下次啦。这个直线靓啊，武月卫横传有机会射啊，高咗好多啊！呢脚直线一下，罗马里奥起脚射佢，呢个波真系用晒全力啊！对手知道实一实啦，咁都仲起到脚，抵赞！换人啦噃，咦，两队都换啊！传翻俾龙门。直接长传，个波传向左翼，边个会追到呢球波啊？亚帕天尼、贝拿迪斯治，哇！佢射佢入咗网啊！又一球，而家就冇晒面噶啦，唔知佢哋仲企唔企得起翻身呢？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而家可以反击啦，向前传出，个波出界啦。踢埋上去，罗马利奥试下压埋去啦。又一次争咗少少。我觉得本身嘅构思咧系唔错。高空传球，机会嚟啦！是角球啊，时间到了，球证明顶，球队又晋级淘汰赛阶段，球员们都很兴奋啊。对这一场波你有什么评论？这队波晋级其实都很合理啊，你看他们踢球的时候真的很有斗心的。
咁而家咧，佢哋就可以好好準備一下嚟緊晉級之後嘅比賽啦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節目啊告一段落，多謝阿 Keyman， 大家咁話。熟悉意大利足球的球迷对这一场赛事一点都不会感到陌生的了。这个戏码呢，原名就是取自当地著名地标都灵塔的，对这一座城市来讲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。世情现在就不同了，但仍然是意大利足球界的一项盛事，非常令人难忘的一个球场，比赛都多了分色彩。球证明踢开波啦，拖连奴对祖云达斯，打比赛咧一向都踢得好激噶啦，今场都唔例外。哇，呢啲就叫 power 啦，身形占优啊！李华道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罗马里奥射门，组织啊真系唔错噶，系争埋嗰一脚嘅啫。咁靓嘅比波，嘥咗真系可惜。是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哇！跑得系咪要起脚咧？呢球波真系应该入噶。对手中间有少少空位啫，就俾佢摄咗入去，可以起埋脚添。奔路传个高波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朗拿甸奴球证就判咗系角球。罗马里奥，罗马里奥射门入网。
呢一個距離點會射失啊？哇！呢、這個波啲功勞全部都係佢噶咯，走位又靚，踢得又靚。领先一比零啊！呢个球员天生就系晓入波嘅，就算成场状态唔好，都照入。今次得唔得啊？守门员表现好好啊！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个波反应够快先可以做到啊！罗宾奴攞到波啊，可以解围啊！罗宾奴结果就系冇结果啦。朗拿甸奴射佢。入咗网啊！又整多粒入波啊！浪接浪啊！拖连奴啲战术咧睇落真系好简单，好有效啊！喺中场抢到波啦，跟住反击搞掂。多年度连入两球，而家领先2-0。到目前为止都相当好噶，可以感觉到佢哋咧俾咗好多压力嘅。个波出咗界，六门球里，呢球波过唔到啦。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个波而家喺朗拿甸奴，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，睇落咁容易嘅，对方连凳尾都望唔到啊！嗱，反击咪就应该咁咯，越简单越好，眨下眼搞掂。已经啊梅开二度啦，当然系想入多几球添啦。拖连奴，上半场结束。上半场45分钟已经好多精华片段出现啦。不过啲精华片段集中喺一队度啫。上半场要领先3球真系唔容易嘅，只要下半场咧唔系太过大意，赢啊梗系冇问题啦。半场领先3-0，我估佢哋赛前咧都冇谂到咁顺利嘅。球正吹鸡，下半场开始。拖连奴在半场换人，喂，因为咩呢？接得好，拉美娜，巴里斯好快咁向前传，真系好波啦！罗宾奴拉散咗条防线，吊高个呢下靓啊！一个人犯错是难免的。啊，走位就靓了，最后一步竟然不入。咦，两边都利用这个机会去换一换人，执执个阵先啊。
直接长传，突破咗左路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好好利用呢次机会。贝拿迪斯治控住个波控得太耐啦，其实其他队友都埋紧嚟帮手。反击啦，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睇嚟有球员受伤啊！哇，唔好吓我喎，好似喐都唔喐下咁嘅。睇嚟佢都会继续踢嘅，不过望落个样好似都仲有少少事喎。准备要射啦！呢球波咧救得好啊！佢好似趌下趌下咁噃，可能系抽筋啫，希望唔系受伤啊！咦，睇落佢系仲踢到啊吓！解围做得唔错，试下握埋去啦，揿脚地波入嚟，祖云达斯又有个球。后槌顶埋去，顶得麻麻地。呢个直线靓啊，贝拿迪斯治弹出底线，角球嚟嘅。祖云达斯拉翻个波啊，再嚟多次。朗拿颠奴整脚直射，睇你呢下啦！后援同球迷都劲开心啊，冇谂过收手啊，完全唔肯停落嚟。嗱，头先个比波如果迟少少咧，就会越位噶啦，而家就啱啱好 timing。好似大人蝦細路咁啊！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貝拿迪斯治打咗上前啦，呢度射得完場啦！無論你係邊類型嘅球迷咧，都應該非常之享受今日呢一場波噶啦。咁但係攻勢咧，都係集中喺一隊嗰邊啫。比賽結束啦，喂，點睇先？拖連奴他們的目標就很鮮明的了，當然最後要拿冠軍，但今天這場打比戰就不是得三分那麼簡單，他們除了是要贏球之外，還是要為面子而戰。那我們也是時候跟大家說聲拜拜了，多謝 Keyman， 多謝大家收看。